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这是詹姆士新买的技嘉的笔记型电脑 P15F 的 R7。那我们把它给拆开一下它的背板，看它里面的是长怎样。好，那它只有两颗螺丝要拆开而已。好，詹姆士已经把它转下来，这种小的螺丝。两颗，然后呢，往下推一下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好，那这边是一 T 的硬，2.5寸的硬碟。那这个是固态硬碟，这是创建的128G 的。好，啊，这边一个网路卡，它上面是写 Intel 的。OK， 再来是它的散热的模组，这是一个风扇，铜条在散热。然后这边原本就插了一个 8G 的记忆体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再扩充一个。这大概就是里面的。整个的零组件的它的安位置。好，那要装回去也是很简单，就这个放回去，然后再往上推，把螺丝锁起来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拆解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